Selina 热爱圈外男友小徐后，三月大方对外公布怀孕的喜讯，迎来各界祝福。然而时常会在社群和大家分享生活日常的她，竟也透露出国旅游时又被男友给暖到啦。Selina 和男友到泰国旅游，但因遇到气流不稳，导致飞机剧烈的晃动，就连机上的警示灯也狂闪，让她相当害怕。而和男友前后分开坐的状况下，男友为了害怕的她，默默地把手往后放，让 Selina 能够紧紧抓着，不那么害怕，让她感到相当的窝心了。而 Selina 也透露，这是她第一次搭乘星宇航空，虽然遇到乱流问题，但也被空姐暖到。对方写了张小卡片，还送了一个乖乖吊饰，祝福她旅程平安，宝宝也能乖乖的，让 Selina 直呼真的很感动啊。Bye.